果冻贴贴说和普通贴纸不一样，全是三六五重圆，场景也不熟，会不会特好玩？来吧，结账，拿着贴纸到家了，看看里面什么样子。打个不你，一共六个场景，两张人物贴，摸起来确实像果冻 ，Q 弹。我特别喜欢大耳狗 ，Kitty 手里拿着一块布，美乐蒂，我要开始贴了。第一个场景，快看，这有个头，还有一个晾衣绳，我猜。这个 Kitty 肯定是要放这里的，竟然还是本推理书。再看看，这里有杯咖啡，说明这里有人，谁合适呢？哼，坐着的布丁狗可以放这里。再安排个坏笑的库洛米，乖巧的趴下狗在前面玩耍，真有创意。再来，哎，趴下狗手里拿的是远处摩天轮的门票，美乐蒂有着，库洛米也有一张，安排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第三个场景，大家在摘草莓，那把有草莓的全贴上。完美。场景四，大家都有伞，让我看看谁有伞。贴上。不过我感觉美乐蒂现在找什么，可以放个没有伞的趴下狗。原来他们是来接人的，真棒。最后一个场景，库洛米在这嘎嘎笑，哈，明白了，脸上被挤了颜料的布丁狗肯定是因为这个蓝色的彩蛋和这个好像。反正万一要解彩蛋的 KD， 不对呀，怎么还剩三个大耳狗？而且这里还空一个位置，果然说子欣妹妹在这儿，赶紧贴上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每个场景是不是三六的全员都得有，这就说透了，一个贴纸愣是玩出了推理的感觉，也是没谁了。最后一个场景也填充完了，我真是个大聪明，不错，又是外面的一天。